欧阳询九成功理全名第47单元，我们这礼拜要讲到的是四字编跟十字编的部分。那四字编来讲的话，要特别去留意的，它的点来讲会出现两种情形啊。第一个，三角形，那出现一个三角形，或者只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水滴点，好，收起来，这样就可以了。差别在这边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姿态，这里是一个圆形的区域的一个姿态，这一个概念。那第二个横笔来讲的话，没有什么了，就左细右粗，左细右粗，慢慢斜上去，这一个姿态。另外一个是粗细粗粗的，中间略细一点点，尾巴再粗一点点，我把它写的比较夸张一点点啊。第一个是左细右粗，那第二个是粗细粗，这第二个姿态。那第三笔画它的横折，那原本第二笔应该是一个横折，那它横跟撇的部分，它把它做拆解了，那第三笔变成是一个竖笔的部分。那竖笔的部分来讲的话，就细到粗就好了哈，没有什么变化，就直接细的慢慢变粗的，好。垂露竖把它做好就可以了，这没有什么变化了。那再来才是撇，那撇来讲的话，有两种撇法，一种是中锋入笔，直撇再带弧度出去，这里会跟横笔会有点，这里会有点冒出头的概念哦，不是很明显，隐隐约约而已哦，这一个概念。那另外一个概念就我们正常的撇，45度角入笔。这样的做法，那因为这里都会跟竖笔做一个结合，所以这里起头的部分往往会忽略掉。那这部分可以稍微去留意。那最后的点可以从竖笔拉出来，细的到粗的，或者竖笔完了以后，好，往右侧带一个水滴拉下来就可以了。那这个地方我可以做方笔，我这里也可以做水滴的概念，这两种概念都可以。那整合起来，它的姿态来讲，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形，要特别去注意到它的点位置。我们以红线来做一个辅助点，在红线上面，好，横笔，我用细到粗，这里做齐平。这里做起品，那竖笔从哪边？这个点的中心偏上一点点。好，那撇笔压住，把竖的起笔把它盖掉，好，把它盖掉。那这个肩架这个距离角度是一样的，那这里会呈现一个弧度，所以左边主笔还是在横的部分，那点的部分在这个。撇跟竖的夹角，撇跟竖这个夹角这个地方把它拉出来，我可以这样子带出来，不做连接，或者说我把它做连接，粗细粗，好，这里一样齐平，中心下方。好，那我刚刚讲的有可能是这样压笔出去，那也可以从里面这样长出来。那我这里如果是做水滴点的话，我这里就做方点，让两个姿态不一样，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两个四字编的写法让你参考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讲十字编。十字边来讲的话，横笔没有什么了，就是一个斜横上去，角度一般如果偏旁来讲，这个角度会比较仰角会比较大，一样细到粗，细到粗，仰角略大一点点。那撇笔会几种状况，一个只是一个凿刀切拉下去，那前半段直的，后半段才带弧度，或者说直接就做柳叶。弧度出去，拉长出去，或甚至有些我这里可以变成是这样子，
尖的、粗的、尖的柳叶状，哦，它的撇笔大概是这三种姿态。那下方的口来讲的话，左竖会往上提高，哦，左竖会稍微往上提高，下压下来再行笔。那这里大概都是超出的部分，那这里再从这个转角这里上去，好，折笔。那折笔有两种方式，提按或者直按都可以。好，那这边呈现一个三角形姿态，这里再把它推出去，这里凸出来，这里上提，这里往下延伸，那右侧是封口笔往右侧推，哦，封口笔往右侧推，哦，这一个姿态。那另外一个姿态，它不跟其他笔画，左竖笔不跟其他笔画做交叉，哦，然后直接就是盖下来，那这里会偏低，这里横折略高一点点，好，再做折笔，这里一样一个三角形，那这里一样从里面长出来，姿态不变，这里是往下，左竖往下延伸，封口横往右延伸，那只差别在这个里它没有把它拉长，反而这里横笔高，竖笔略低一点点，哦，这是它的姿态。那出现的话大概会出现几种情形，来，横笔，好，撇在这个钝角直接下压出去，哦，直接下压出去。好，那这里往外带压进来，刚好在它的下方压进来，好，再带下来，从这地方往右上去折三角形过来，这里再盖起来。那这边要去留意的，这里的间距大，这里的间距小，这里如果是1的话，这里大概是 1.5 至 2、哦，介于 1.5 至2之间，哦，这一个概念。那另外一个概念，这里不凸出去了，哦，好，一样位置在它的右下角，好，拉出去，那这里好，上提一点点，拉回来，这里一样，这里在上，这里在下，这里往下延伸，这里往右延伸，这里小，这里大，那这里是齐平转折的地方，哦，齐平转折的地方，哦，这部分特别去注意到，然后，哦，去注意到，哦，这十跟四字边的概念。那么接下来就针对这示范的六个字来做演练。来，第一个祥，吉祥的祥，点，三角形做出来，斜线上去，然后右侧齐平竖笔，这里因为不是主笔，所以到上三分之一就好了。好，这里再把出去，一分为二，带出来。好，右边稍微低一点点。好，那这里等高撇跟右点的部分，跟左点的部分等高四字边的左点，好。好，带过来，带到中间，好，细到粗，齐宽就好了哈。第二笔略短一点点，在点的右侧，哦，在点的右侧，再来下来，点的下方起笔，尖叫把它做好，这右主笔带到趋近二分之一中间的位置，撇横交接位置就是我们的竖笔位置，重一点点，细到粗。这延伸，所以这里要把它拉出去，拉下去。好，刚讲的这两个起品，那它的正下方写撇写竖，这两个尖架一样，这里是一个弧度，左主笔在这边，这里是一个仰角上去，左点是这边的点跟仰的右撇是一样的高度，这尖架是一样，慢慢的斜下来，这里慢慢的斜下来。好，点的正下方去带，这个尖架是等宽的哈，点的正下方带最后一个横笔，这个横笔大概是撇延伸上去，
那这个撇的收尖延伸上去，那这里大概在三分之一，这里过二分之一，你说这里剩三分之一左右。好，这么想的部分。来，下一个我们提讲到的是福，刚好这几个字，这两个字都我们接下来过年会去提到的哈，会书写到的。好，一样点的部分，这是最高点。好，横笔，这里它带的是粗细粗的概念。然后右侧一样起品，好，这是落地，这是最低的，好撇，然后做出去，好点，那横笔在点的右侧到横线收笔，横笔下来，好，横笔的右侧上横笔的下方这里写左竖，这边做一个转折面。哦，转折的位置，那这肩架把它做一样就好了，关门把它关好，右边微微凸出来，这两个位置中间去写右竖，田的右竖不要低过竖笔，好，肩架做好，过了它以后再做平压侧压拉弧度下来，哦，斜弧这略低一点点，好，这里空间安排正中央带下来，关门，左由左往内带，这里一样是齐平的，那一样在中间偏左侧去带撇跟竖，这里一样带弧度，角度一样，包含这个角度都一样，这还是左竖笔，左点的右侧写横笔，横笔的两极端刚好就是我们口的宽度，那左我横的往右就是我们在写这个竖跟横折的位置，点一样往上带上去就是写我们口的位置，好，那这个肩架是一样，哦，肩架是一样，这个凹洞写这个竖笔到它的位置去做停顿以后再侧压当横折的竖笔的下压笔，那这里略平，这里凸出来，这里凸出来，高低还是一样以竖笔为主，这里慢慢的上去，好，那这边是一个大斜面下来，好，下一个祸，祸不单行的祸，来点三角点把它带好，然后这边细到粗带上去一样，右侧起品，那这边正中央这最低点，好，把它收好，撇从横的部分带出来，好，一样一分为二点夹角，那这个竖笔在这个点的右侧，哦，大概我们会把这个肩架分一下，哦，肩架分一下，这个肩架上这个肩架，好，这个肩架就是我们竖的部分，它的右侧细长到一半，哦，那这边再把它接好，哦，上去到这个地方转折下来粗变细，好，里面写个人延伸起来，那这边再带，好，在点横中间偏点的位置，哦，有点水滴树的感觉哈，哦，起来，那中间上去连接好，过了它一些以后再压，因为这里的宽度，这里的宽度是一样，再压，好，粗的下来稍微细一点点没关系，不要太低哈，哦，拉钩，那里面的口这里对应到这个位置。转折拉下来，让三角形，这里再关门就可以了。好，四字边不变，还是一样，这里齐平，中心偏上，带撇带竖，这里还是弧度，这角度还是一样的，竖笔还是它。横笔，竖笔的起笔在点的右侧，哦，点的右侧带上去。那刚刚有讲的，这里跟这个边边，这个距离的肩架是一样的。哦，在三个肩架，半最右侧这里，这个四个肩架是一样。那带下来，带到中间的位置，那，哦，我们格子正中央位置以后收笔。那这个人从这里斜上来，去带到中心位置去带就好了。这里还是一个斜面上去哈，哦。这个夹角写左竖，横折在点的右侧去带啊，哦，笔。竖笔略高一点点，连接好，那过了他刚刚讲的这个肩架去把它做好，再去顿，
再拉下来。那这里是粗到细或一样的粗都没关系。那这粗细变化很些微，不要做得太明显。那这两个间架是一样，这两个间架是一样。那这里是一个切面上去，竖鼻左竖跟我们口的封口横的末端连接起来，刚好是一个斜直线上去。这两个高低勾还是略低，但勾跟左竖比起来，左竖偏低，所以主笔在左竖。好，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石头的石，石部的部分。那单独写石的话，左侧会延伸，右侧会收掉，这部分可以注意。好，重心稍微偏右侧一点点。好，这里已经快碰到红线了，那左边离红线还很远。好，这里截弧度出去，不要写太重哦。那从外面跟这里维持平行，再过了上三五分之二左右，好，开始压下来，弧度带下来。好，那这里推上去，在这个夹角的位置推上去，跟它齐平以后再压笔，再拉下来，上粗下细。好，这里再把它关门，推出去。收笔收好。刚讲了，这里是一个弧度过来，那跟这里的弧度维持平行，上五分之一的部分，五分之二部分去写这个左竖，那这个夹角去写横折，到它齐平的位置，这里停住以后再下压折笔的位置。这里如果是一的话，这里刚刚讲的大概是 1.5 至2左右。最好是 1.5 至 1.8, 那最大就到 2, 那这里会略平一些，那这里凸出来，这里下缘凸出来，这里一样是一个斜面上来，一个斜面上来，这里一样一个斜面出来再收，最左侧在横折的地方。来，下一个字我们讲到的是气。来，十字旁三个左右三结构，所以空间上要稍微布局，要稍微留意。好，上去不要拉得太长。好，这里切笔截拉出去，短短的就好了。那这里一样，斜面拉出来下拉。好，一样，这里夹角上去到它位置以后转折回来。好，推轻推一下就好了，这里凸这里凸，这个横笔带上来。带到中间的横笔，然后拉上去，这斜面过来，斜面过来，在这个位置拉下来，把横笔一分为二，这里齐高就好了，这里等高。那这个刀再从它的右侧去延伸平，然后上提顿斜弧拉下来，停住拉钩，三个等高，这个距离也是一样。那这个距离也是一样，再从这边直接钝角拉过来，拉到这个对角就好了。整体字会略为偏上，那空间间架部分特别去略，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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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间架是一样。刚讲的这个位置、这个中心线、这个拉钩位置、这个间架也是一样。延伸去做入笔的动作，这里延伸去做中间横笔的动作。横笔的右侧带刀，刀的横折钩，那直接它的下缘，那这里三个几乎是齐平，三个几乎齐平，特别去留意到这间架的大小一样，刚刚讲的一或一比二或二，这部分。来，今天我们讲的最后一个字，力，实力的力，结构上又更复杂了，那右侧结构比较多，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三等份，左一右二，十步占一等份就好了。好，这又往左退缩了。好，那这里截弧度出去，已经快到边线了，那这里下压，然后上提折一样拉平推，这里变小了，那这里延伸上来写热的白的部分，这里斜斜进来，好，空间夹角上去顿拉下来，略低一点点，这里大概在一半的位置。那这边等分空间，
我可以左右把它连得扎扎实实，没关系哈。那再写左，这里斜面下来，那斜面下来大概在这个位置左右，好写凹的部分，那顿好带过来，跟它齐平就好了。压挑轻挑，那这里一个轻点，斜面上来，好，从这个地方慢慢斜面上来，那这里跟它齐高，带过来，在横的位置这里往下带，好这里。顿一下，再拉下来到这个位置，横的位置再拉挑，这里稍微重一点。好，带到它的下缘哦，口的下缘这里顿，带上去，细到粗，这里略长一点点。啊、哦，因为这是右足笔的部分，啊、哦，右足笔的部分，再从这个白的撇偏右侧，这里还是几乎是一等分，所以上面偏左。下方偏右，好下来，停住拉钩。那这里是往左下压，在这个点，哦，这个凹的点的下方往左下压下来，好，有点比较锐利一点点，拉过来后带过来，在这个夹角往右侧，大概也在这个交接位置压，好，收。这样就完成了。好，结构上特别去留意一下，正下方去带，那这个肩架大的，这边小的齐平。那这里延伸上去就是撇的位置，这个肩架是一样的啊，这肩架是一样的。那这空间是一样，这里也可以做一样，或这里略小一点点。切下来一个斜面，那一个斜面过来，那这里一样平切。那平切过来，这里齐平啊，这里齐平，那这里拉上去，拉上去，啊，那这里在下方去带，这里一个切面，啊，一个切面下来，那这里还是一样一个切面下来，这里也是一个切面下来，这个肩架是一样，啊，这肩架是一样，最低点还是在这边，这一个位置转，啊，那最右边在这里，这部分特别去留意一下。好，那么今天第47单元就讲到这边。